既然你已经看了，三，七宝贝，那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们，我的房子世界被破坏，过热，为了维护世界的和平，棺材宇宙就是的邪恶，可有名人的游戏解说。大家好，我是木鱼啊。大家好，我是卡卡呀。大家好，我是嘴啊。你在干嘛？好，我是你。我们是穿梭在宇宙银河的火箭队。就这样，妙。不是，这里有两只虎帕，你们都没人有兴趣吗？没兴趣，我的兴趣只有 boss。杀了两只虎帕了。对啊，两只啊，这里一只，然后也知道杀。啊，西马，你们连抓都不想抓，你们连抓都不想抓。等一下，你们都 还有一只呢。格斗系啊，在 W 方向，你往那边过，过这个河过就到了。他们两个在打架，已经打起来了。你们谁抓了虎帕吗？亚尼是抓了只虎帕是不是？没有啊，都没抓呀。抓了两只了，我上一季抓了一只，当时回弹又没有了。这虎帕怎么跑到村子，跑这个房子上面去了？你他喵的给我下来！阿西吧，一个逆鳞，哇，可以的。乔雷姆，七天使节拍器，啊、丢掉，好。你他喵还会卡位的。一步给我进化，仙子一步登场。等一下，这只古堡好像消失了，就消失了。你知道这只古堡有多么的皮吗？等等，干嘛？这个体位，我都他喵的，这辈子都不想抓古堡了。这只古堡消失了。他喵一直在这个房子顶上这飘了飘去，然后他卡到墙里面去，我球都扔不过去，就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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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他故意的啊，这古堡故意的，又是飞房顶，又是在房子那墙里面卡着，我墙也撸不了，我球也扔不到，然后他消失了。没事，我帮你杀掉他了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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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打死他了。biu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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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你在干嘛 ？biu biu biu， 他骑个一步在 biu biu biu， 你我也有一步 biu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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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iu， 你要学老黑吗？你要学老黑吗？你没有老黑的飞天螳螂那么快。你那个是冰一步吗？是啊。可以的，小伙子，多少阶？40呀，你再打个 boss 打不过。40多级算了。你多少级？我呀，我才21级。21级没事，你吃十个那个胶，吃20个胶呢，我们来打一下吧。我不给他吃胶呢。哎呦，你要一点一点练上去。对，这样的话他的努力值才能达到最高。可以可以。最后，昨天最后两个信方块开掉，开出一只虎帝加一只九尾。啊、好穷啊，都没东西可以卖。记住啊，卡个亚尼你们两个，不对，卡个大嘴你们两个欠我钱。啊，漏残漏残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哎呦哎呦，等等等等等等。哎，这个蛋大跑得很快，你看一下。我只想说啊，屁股在这里随时来取。这什么赫拉克罗斯。哇，可以的小伙子，直接把我的西斯海刃秒了。不好意思，你重系伤害绝佳。这个蛋还是挺灵敏的。你是个沙雕吧？这个蛋真的反应特别灵敏，没想到蛋那么大，居然还能跑那么快。蛋大什么东西？蛋大？雷公啊！好啊。雷公，你雷公跟我的凤凰同是第二代的神兽，来打一架。我的70级，我的也70级啊！来打一架，等一下，我先打完这个训练师啊！是铁了这个鬼东西，什么鬼东西？我才一克，来卡哥 ，come on， 来，首先你别秒了我，可以过来看他的蛋蛋的。我看一下，先用什么技能？神圣之火。先麻痹你一下，他都没有。哦好，等下，麻痹你为什么能攻击？等下我逃跑，麻痹你为什么能攻击？重新来，
我不麻痹你了，我直接放技能了。我不麻痹。查雷姆，一个传奇查雷姆直接秒秒。这就过分了、啊。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，来呀、啊！麻痹不是只是有几率是那个那个技能。我神圣之火。那是100%的一个麻痹，神圣之火呀。我应该用什么技能呢？放心，用什么你的蛋大都会。十万伏特。哎，左上。哎，我死。我看一下。被秒。用鸟猛攻。哎呦！哎，我靠！我操！哎，我用了粉，我没，我用错技能了。我那个用鸟猛攻自己也会受到伤害的。对，用鸟猛攻它会反弹的。所以再一回合，来再来一回合。我这我就不信你还能秒了我了。好，继续神圣之火。电磁波。这还打出来了，很过分了，已经。火焰附加，这就很过分了，你还100%火焰附加呀？为什么你还能有技能？麻痹是假的吧？算了，早知道我不选麻痹了。我这个麻痹是假的，那麻痹他还能放技能，他还连续两次都成功，我就很不服气了。你别告诉我你有毕连针啊！假麻痹真的是假麻痹，麻痹 BG。哎，这样一说可我的皮卡丘可以跟你雷公打架。雷公技能打都打不到他。为啥？避雷针啊。避雷针啊。技能打不到他。是吗？还反而还会提高我的特攻。为什么？是皮卡丘是有这个特性吗？对啊，他的隐藏特性。不是所有的。为什么叫隐藏？我的特性雷公特性是给对手压迫感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一只暴雪王，不是，为什么瞬间就消失了？大嘴，你不是看雷公的蛋蛋吗？你过来看一下。我刚看了，他没有蛋。没有蛋？你开什么国际玩家？就是看一下。你们这些人啊，关注点能不能换一个？这他妈是人家的屁屁好吗？蛋人家的屁屁，你他妈你们家的蛋挡尾巴上。这我跟你讲，这个雷公的原型是猫，哎呀，是长在那个、哎、大力你管他，他说是蛋就是蛋呗，你婀娜他不就行了？什么叫婀娜？重点是猫的它也不在尾巴上啊，猫的它在不在尾巴，在猫的底下。对呀、啊。哎，又耍古老多啊？看到了，在前面。我、哦、刚好古拉多就比较刚好亚宁的古拉多不是扫一个那个石头吗？那个朱红色的石头。对，亚宁的顾小多，顾小多。也对哦，看下顾小多，来看一下，看下你的顾小多原始进化之后什么鸟样？什么鸟样？你这人家说人家顾拉多认识好吗？没，重点是亚宁那只古拉多是真的小。电磁波。这么小一只，他们没了就一个腿还大。换地形吧，换地形吧。现在神兽刷新几率应该是正常了。嗯。OK， 这是什么地形啊？我找到丛林了。那就丛林。好，杀死他了，获得了一个颜值宝石。嗯，但有了有没有那个朱红色的宝石啊？朱红色的宝石没有。有朱红的宝石有。那个你用八个火之石激活它，就可以那个了。你那个小的速度应该非常快吧？迷你型的，速度应该快的一匹吧？39级的，我要疯狂给我的仙子一步练级。哇，速度不行，他的特攻，他的攻击力反很高。哎，我的小爱，哟，森林里面都不刷那个神奇宝贝的。你一个人待在那里肯定不刷呀。哎，怎么你们又跑这里来了？不是，这个粪球一直在我面前滚来滚去，几个意思啊？我需要八个火之石，是不是？把我当屎壳郎是吧？转换之外里面不就可以买八个出来吗？给有没有？没有，火之石我没有。没
没有，好像有，打给我，你过来吃，雷之石就有，给个雷之石，我记得我好像是有妖精宝石的，没有妖精宝石，奖励人呢？我在沙漠，你提皮过来呀，你过来再来，我这两个超能，在哪你们？冰之妖精宝石，我看一下。火之石啊，光之石啊！来，来搞搞个那个什么石头来，雷！给你，不、啊、碎片，是不是碎片吗？我不说碎片，你。我看一下、啊、没有光之石，雷之石，那给你给你雷之石，我就是要个雷之石，哦不，你要死到底、啊、到底人啊人人啊，我把碎片丢给你了，有借有还，再借不难，你干啥过来走走一走再看一看，要八个被你吸走了，你大爷的啊，被你吸走了，拿过来，放屁，我没吸走，你在你身上，我动都没动，吸星大法吗？这是，是的，你是不是在疯狂的？哎呦呵、哎！别差点，你在疯狂的吮吸吗？刚刚就准备饶你一命了，你还再次挑战我，过分啦！撸点石头，那个木头。你怎么又给他换了件衣服？而且你的皮卡丘为什么变大了？时装秀啊！不是，你没有那个雷之宝石吗？你没有雷之宝石吗？我这有，来收集一波，但前提卡哥你先还钱先，几块？那就蛮多哦。不还钱没得商量。几块？你说呢？我看一下，我不知道呀。上期开了多少新方块？自己算。三个。你良心痛不痛？我这里没收集过，没有收集过幸运方块，我不知道多少钱。OK 了，然后给他用钱一下，是不是？好，我给你报价啊，幸运方块多少钱一个？带上啊！我靠，这组幸运方块34000。啊，你又见了？啥？什么又见？你把它带身上，把它带身上。我又见给他了。激活了没有？激活了。那你找个地方挑战，打个怪，它自动会进化。他说你放出过来多或者多被给予了朱红色的宝珠，是啊，对啊，找个怪打一下，他这个进化然后就可以原始进化了，对啊，打一下挑战一下，打一下就可以了呀，那这里这么多神奇宝贝，挑战一次，来一只原路杀，这利奥路杀的最初型来了，好小一只，有点小萌，萌中带皮、okay、那看到没有，这进化了吗？还是没有人高，回归了原始状态，还是很小的是吧？ OK， 还是没有人高，先要学到那个学，哇，妖精系技能就一个，十级的，十万伏特，哎，日马有避雷的效果吗？哎呦，挖个洞给你看一下 ，surprise， 大一的还是双倍凤凰，你牛逼啊！也是马打哇，50级的马，谁在打了？我在干他，打死你！风哥萌萌打，好像在丛林这边晚上是不会出现提示了。车轮球这什么鬼？你那晚上去什么地方嘞？车轮球，车轮球，它就是车轮滚滚啊！没看过那个，没看过那个，那个叫什么来着？铁甲小宝。哎，对，铁甲小宝，这么小一只，卡不到究极进化。鲨鱼辣椒，蝎子来了。哇哦！晚上这边不出现提示，是继续待在这里呢，还是换个地方呢？去找看一下，解眠药。我发现有点卡。没有啊，我们都没卡。找，很抱歉，找着我没做标记点。地图上一大堆嘛，找一下。
六级的训练师。这边的球你们没有飞喽、哎、我那个吃的东西找到啦，你找到啦，蒸饭呀，你找到了没有？找什么？找德，哎，德，我之前有找着，找着那个大嘴蛙站着别跑。哇，这个人飞，谁飞的飞那么远？哎，这材料是金的，恶系的。哎，这里大片沼泽来了，哎呀，到沼泽了。哎，饿死了，面包收集一波。哎，过来就好像，哎呦，我还以为是个 boss 呢。这个家伙这么大，这个大力鳄。大力，巨型的大力鳄吗？34级。大力，巨型大力。巨型大力水炮，哎呀，躲避攻击可以的。嗯，呆呆肉大罗哈，秃噜来了，秃噜，秃噜，秃噜，谁在飞？秃噜，秃噜，你甜美啊，甜美龙。想套路啊，雪之剑，难怪断秀，不是不是呀，你人家那个叫做断崖之剑好吧，断雪之剑，断雪之剑，你我觉得你要不改个名字叫断根之剑好不好，断雪之剑，你断根呗，断根之剑，反正你有了一个大了，跟断了也没关系，是不是？这是个球呢，好，哎，让我中毒，战斗，过分，断血之眼，断血，断牙之剑，断血，呀，你不要挑你纠正了，很奇怪，断血之牙，你想怎么叫怎么叫吧，反正是你的过劳度，对呀、啊，凑凑你啊，来皮卡抽，怎么来到这里不发生什么事情呢、啊？是的，我也是，哎，刷了，有刷出来神兽了，本来有2-3只神兽。两只不怕也是过了多，是的，他们两个打起来了，滚了，还是沙漠刷的、啊、气质刷的频率最高嘛，疼，这就很过分了，我应该卖不动东西了，东西这么多，不要急，你们这些人就是没耐心，能不能稍微有点耐心？肉的食兽，不要急。奶一口，击中了要害。这个什么粘美龙，55级的甜美龙，甜美龙是好像字眼也有。战斗啊，舒服。33级的训练师，咬死你！哇，这全都是这种东西，好坏气！哇，一个咬住才那个粘液球，打这么点血。来，干死你，受不得！呀，把你眼闭了！给我点苹果。哼，弹。关墙。可以卖的吧？苹果也可以卖。看试一下。呀，来吧，妖精一波，我们得先制一波。我看一下。谁往不带？有开启技能吗？好，12级的。嗯，没开启技能，过分。来点，胡萝卜吃一吃，压压惊。地，逃跑去。我发现这边 boss 都不出来一个，来个 boss。问题是没来呀。哎呦呵！来，灰土山。沼泽这边的野生神奇宝贝都脾气这么冲的、啊，见着就打，杀！没，总没有我这个是这是这么小的库拉多吧？碰到谁就杀。没有，我觉得脾气最暴躁的还是超梦，他那个叫声。
保守，我这个过了多斯扔出来就要去挑战的，谁碰他？月亮之力应该可以开启吧？不是你老是把你的雷弹大放出来干什么？几个意思？你是在打这个东西？你是在秀他的蛋很大吗？凯哥要告诉你他的蛋很大，要让你看一下。哇，妖精系的 Z 技能是可爱星星飞天状。可爱星星飞天状，这个取名能力也是没谁的。哇咋怎么那么卡的感觉？没有，主要是卡比兽的那个 Z 技能有点搞笑。麻痹吧，你竟然还能睡一觉呢，电死你！有破一米啊？破破袋是不是济公的？不知道，怎么一下突然变那么卡了我？好，我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了。谁在飞吗？怎么那么卡？我觉得有事情要发生了。你们谁在飞吗？为什么那么卡？没有在飞啊。不对呀、啊。咦？哎，什么兽？我是假打死。来 ，come on， 来我这里集合看。为什么这位置这么谁插了这么多火把？哇、哦，这走步卡下来，难受啊，想哭啊。感觉好像现在是有点卡了。然而并没有发生什么。哎，时间差不多了，下班呗。来吧，大泥鳅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期视频呢就到这结束了吧。感谢观众朋友收看，喜欢我们的视频千万记得点赞评论还订阅我们的爱奇艺空间，我们就下期视频再见了吧，拜拜拜拜拜拜。